住了很前面的车。仔细说着地板，身体慢慢往小凳凳左侧，紧紧的一个收。慢慢在机器的中间往前拉长身体，吐出去往右，肩膀提起，身体回正，眼睛松开，双腿慢慢放松，向前动一动。运动双脚，慢慢吸气，脚背向前下下，再吸气往前，眼睛一勾，再次的吸气。一些在右手的咖啡，你可以稍稍拉长，再深深的吸气，延长两倍，别吐气，身体慢慢往前下弯，专注在双腿后侧的伸展区块。两年多，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为什么写那么久？因为之前是上班族嘛，那就会无时间啊，然后就是转身啊，什么都很僵硬，就不舒服。然后来这里学后就会发现就手脚比较灵活，所以说相对于说在整个练习过程中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。对，这门放杨老师瑜伽课，跟其他老师比较一下，你觉得说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吗？就是老师特别的温柔，然后步调特别的缓，然后练起来就真的很轻松，然后又很舒服。是，对，就跟以往所练的瑜伽是不一样。对，就还蛮不一样的。